罗文轩，原来这是美国的名。你爸爸的状况也是同款啦。你若讲伊哦，袂记得过去的代志，不过伊甲厝边哦，你也是相处了足好诶。虾米人是虾米人，爱记甲清清楚楚。啊，你若讲伊是清醒诶，不过一寡人情世故，伊阁拢讲袂通。原来当讲伊是活在家己的世界，不过至少伊即马比较早讲较健康哦。想要教老虎兵对美军建立这样有情有义，还佮伊后生查某囝，竟然嘛会当接受美军。杨哥，这几年我一直对你妈妈感觉真亏欠，有一挂话，若是会当当面甲伊讲，唔知有偌好咧。我想做。那听着老虎边的讲，我就流目屎。咪姑啊，咪姑啊，咪姑啊，爸爸来啊！咪姑啊，啊，你还走来啦？啊，你要来看咪姑，唔得甲我讲，我嘛要来看伊啊！阿叔，今晚别让你去哦。郭老师都在恁疗养院啦。啊！内面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内底发生火灾，消防车已经过来处理啊！哎呀啦，哎呀啦，火烧厝啊啦！咪姑啊，你紧走啦，要命啦！咪姑啊，你紧走啦！咪姑啊，哎呦，你别搞动啦，我叫咪姑啦！我来叫咪姑啦，咪姑啊！妈妈来救你啊！咪姑啊，妈妈对不起你啊！妈妈不，我抱你啊！老师，我唔掉啦，咪姑啊！我代志，我代志。关啊！哎呦，人心慢条，我的母啦，你咪好袂叫啦！鬼关啊！你总算来啊！哦，爸，卖你救人的手，安尼无礼貌，放手啦！鬼关啊！咱的咪姑无去啊啦，拢怪我，我对不起你。我讲袂好啊，抱你，你个讲话你受苦。老师，好啦，莫安尼啦。老师，我唔对，我对不起你啦。陈毅，陈毅，我伫遮，这么负责任的，你管啦。我无见你，我面骨才好一面嘞，我那我就感谢，就感谢。嘘，开始先嘞，你困了困着呀，别安尼改吵着我，你慢慢让你艰苦好不好？哦，你的痛苦，面骨拢知影，伊拢知影。感谢是嘞。也是嘞，因为咪姑是一个真大心、肉体真高、阁真善良的囡仔。对，我跟伊真好，我甲咪姑来抱伊，啊，然后小可来捞一个伊，小可真欢喜的呢。啊，咱两个若是无欢喜哦，来冤家哦。小可大声声，伊就安尼骂骂吼，我袂做讲吼。好啊，你两个卖关啊，你两个真好好嘞，对无？对无？因为咪姑遐尼大心，所以一定知影，这个世间上痛苦的，就是白发人、上黑发人。咪姑嘛无想要来甲你绑做一走啊，伊嘛一定就希望。
因老人好啊，又好哩。不过伊就是无法度啊。未过啊！虽然未过已经离开啊，啊，不过伊看到你这尼啊艰苦，伊撑袂开口呢。未过，一定希望伊的亲人卖当勇敢活落去。所以，咱做父母就爱把对囡仔的爱变作叫做悲伤的力量，好不好？